轮到是郭彦文，哎，哎呦，哇，哎呦，捕手还接到了，哇，卡在了手上，所以这个球直接传一个弹跳，但捕手王俊杰接到了。哇，这个球是什么现象？就是说要出手的那个时间，球没有出去，球在手上停留的太久，才会形成挖地瓜的一个情形。